我知道你喜欢海参，但是有件事情我还是要告诉你。这不是我写给海参的信吗？连拆也没拆。这封信是我在垃圾桶里面捡到的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有没有太过分了、啊？雅文写给你的信，看都不看。不是我不想看，是我怕我看了情书，会爱上雅文。我的心早已千疮百孔了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日晚上8点，勇士们。